开始。要注意的是，实况组不是游戏，非常好，很懂很懂。来吧，直接新游戏了。难度不低，耐心认真调查以及良好的资源管理将会是你通关的关键。没事，没事了。声音都 OK 吧？除了我的说话声音之外，在哭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这游戏长度长不长哦？这什么东西？哎，对了，我已经跟各位讲，这恐怖游戏会让人感到极度不适哦。这个有不适的感觉。好，如果有人承受不起，可以直接离开，没有关系。哇塞，是怎样？我绑架人哦！我靠，俘虏了两个人。What？ 要处决他们这样子？这边就会不是了，真假的？我靠！一名女士，我是那种勒索犯吗？而且这感觉好像是孕妇，里面还有一个小孩子的感觉。那看我在装子弹，非常的。非常的害怕，他觉得他要被杀掉了。Oh my god！ 哦，要杀掉他了！哇塞，哎、欸，旁边还有人呢、欸，不止一个哎、欸，那个。还有小孩子哎、欸，哇，直接这样开了，哇，秒杀一个 ，Oh my god， 感觉还有小孩，哇，哇！连小孩都杀，这个不会被那个国外的政府盯上吗？哦，然后再自杀这样子，哇塞！差点就看到内裤了。这沙皮游戏好像玩过，这游戏沙皮好像玩过，沙皮好像玩过吧？不知道哎、欸。哎呀，倒在血泊之中。靠，晃哦！为什么走路一拐一拐的？我是人形僵尸吗、欸？正常了。你需要车库钥匙，抓住，移动，这怎样？互动。在这个房间中存放了代表你游戏进度的物品，这些物品将通过不同的形式获得，包括在每个章节结束时，一旦获得这些物品，将会自动出现在进度室里面。哦、我现在就是进度室哦。然后这个意思是说，这个章节的物品有三个。哎呦，我那个女神像吓死谁啊？分开门。我看这做的超逼真的，我的天啊！没事了，电话而已，接一下。Hello, Twain. It's Rose, your neighbor. I know it's late, and I know that I can't. 没有字幕啊，哥哥。给个字幕吧。你们听懂他说什么吗？可以翻译一下吗？有没有人英文强的？感觉是杀了自己的小孩哦、喔。
挂掉。等一下啊、哦，选项的部分当然要启用啊，是那个白痴，把它给弄成禁用，害我看不懂剧情。快跑，蹲下，换手，按住 Tab 打开库存，按 V 变焦，快速存档 F， 快速啊、F 好，我就是拉近，是不是？有太小声吗？游戏声音太小声哦，你是说那个人讲话太小声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我刚刚开字幕了，接下来应该就可以听看得懂的剧情在讲什么了。这可以拿吗？欸，可以耶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啊？按住一查看，能量饮料。左键放下的话是按住左键。嗯，Hello， 滑鼠左键放下。看老师也不给我放啊。哦，要按住啦，这样才可以查看啦。好，然后呢？哦，丢东西还要自己想办法学习就对了，要按住 F 才可以丢啊！原来如此，可以把蜡烛放在那个地方，储存是什么意思啊？它这是机翻吗？存档的概念。这个游戏我之前看沙皮玩时有一些 bug， 真假的？我干，万恶的转角杀，他妈的！什么东西啊？照片？这应该是我的小孩子吧？是不是？扁皮猫。一定要这么按吗？神智正常值，你角色的神智正常值高低影响你游戏在黑暗中过长，反正就是你的理智啊。你们有没有玩过那个什么《别爱二》？哦，那叫什么东斯大是不是？啊，东斯蒂啊，管他什么的，忘记了。欸，然后呢，他们都会有那个理智，然后长期站在黑暗中就会掉理智。你的神智正常值将在屏幕左下角哦，就是我现在这个人，我现在这个视讯这个地方哦，所以会被挡住哦。如果你可以看清，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大脑你的角色神智值接近谷底的时候，危险事件就会发生。当你处于紧张的环境中，红色圈就会显示，你的神智就会下降。哎，要怎么补充？我现在没看我的神智啊，他不是说显示在左下吗？蜡烛可以放这里。太小，干这我下不去啊，太黑了。
哦，打开库存。物品分类为关键的物品和动态物品。动态物品的话，在可能死储存在你的动态库中，他们一般都可以丢弃。关键的话是游戏进度的至关重要。钥匙，直接放在绿色的格子上面。完蛋了，通常捡到一些关键性的道具，啊，什么小都要跑出来了。看这声音一定要这么大声吗？我操你的！看这个地方是哪里啊？靠北那边有一只女鬼，在哪里啊？她在照哪里？这好像我家哎、欸。下这是什么的钥匙啊？那扇门没上锁。好了，我最终我还是得下来。傻小，有女鬼的声音。哪里啊？我都一直听到有别人的脚步声跟在我后方。我看你老师哎、欸、，Hello， 空空的灯泡，灯泡很重要。我看自己可以开灯，太好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超级压抑，老头了解这故事吗？并没有、欸，哎，在浪费资源吗？我是在掉理智啊！人家很害怕。My God！ 我往这里走，不管了，操！这边怪恶心的。感觉像某个地下室这样子，它小，这里到哪里？储藏室。动态物品关于您的进度至关重要。当你将其落下时，这些物品会放在储藏室重新出现。哦，就是要是我挂，是不是？就他妈的，如果我死掉了，我的这些关键道具会直接丢到这里面。哎呀，关门啊，烦死了。没有什么作用啊。好了，修复灯泡，什么声音？干，不要闹哦！我还是正常的、啊，注意多开灯，不要洗屏啊，哥哥，好不好？这种紧张时刻，你那边洗屏，看这声音好近哦，我都感觉就在附近啊，还是开灯好了，开灯比较亮。
沙小。我要怎么把道具丢掉 ？Hello， 合并啊，中西合并。丢错了，哥哥，我要。告我另外一个道具。下线再没用了。雅典娜安安。打火机丢了，再也捡不起来了。别闹，哥哥。我有看到超级留言哦。啊，三小。干，算了算了，随便。这玩什么？他会一直照哦 ，What the？ 这边什么？哥已经没有打火机了，有我蜡烛，你不能偷走我的蜡烛。把它插在上面好了。虽然我打火机用完了，他妈的，这附近到底有没有打火机啊？多弄几根来啊！他拍照有东西是不是？他说往这边走。好像是通往前面，是不是？傻小，看我的圣旨还在掉，避免在黑暗待太久。他在前面，我看他双脚站着了。Hello， 蒙娜丽莎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。他干嘛？不要冲脸哦。往回走了，我闻到油漆的味道。隔壁在施工，在不知道在做什么东西。我还要跟着他进去吗？我不会跟他进去，我就挂了。刚不见了，算了，我换别的地方好了。这边一直有声音。我的神智降得很快，我能怎么办啊？那打火机就被我用完了。我一直感觉他在跟着我，干啥想？保持清醒，吃个药。多吃多健康，我已经吃了一个了。很棒哦！感觉他就在附近，好像二楼是不是？我记得好像真的会跟，他妈真的假的啊？地下室的钥匙，来，这是地下室的钥匙，还真的呢，我随便讲的。自动关灯，居然有自动关灯系统！你他妈的也神！不要一直关灯！有没有打火机？
沙小，我什么都没看到啊！看没有哎、欸，啊我怎么突然就死了，然后找不到人。拿着刚刚点过的蜡烛，我刚是在这里嘛，对不对？再一遍，感应杯这是用冲的。哎、欸，这时候我的打火机是没有的，靠北，我要从这边开始哦。这边又一根蜡烛，可以把它丢摔破吗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刚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打火机捡不起来，现在终于可以捡起来了。哦，看老师这边有一个点。按住。嗯，哦，死给，很亮很亮，我喜欢。都不知道哪一把钥匙。你先，哈哈，啊，哦，拍谁啊？拍谁啊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操嘞，不见了，干，他妈的，我要怎么？好。啊！我移动会让它熄灭哦。干，妈的！我觉得我要死了。好，我根本不知道人在哪里。吃药片，恢复一下我的神智，感觉好像有比较好一点了。我要离开这里，他妈不管了，感觉他随时都会出现。哦，哦吼，哦吼，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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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哇，会飞的灯泡捡起来了，妈的，会飞的灯泡是不是？哦，干你老师哎，到底在玩什么啊？这个吗？哎，哥哥，关三小，这里他妈也太暗了吧！为什么我觉得那些打火机是随机生成的、啊？我就做那把钥匙而已啊！三，门打开了。为了让我看他美丽的一幅画吗？好、哦，看下面变红色了。哇哦 ，skr，skr， 哎，进入动画了。哎呦 ，skr， 避免站在黑暗太哇。哇！世外桃源，
这怎么念？我终于不再觉得恐惧了。在那么幽闭的空间，真的还蛮可怕的。怎么感觉好像在玩那个绿色地狱啊？啊！哎 ，Kiki 安安，死给！突然一瞬间不怎么恐怖了，你知道吗？打火机也不用点了吧？谁家里会盖这里啊？没有啦，这个应该是该怎么讲？我可能中邪了吧？以为我自己在森林野外这样子，那超多熊娃娃的、欸。原来有更新过了哦，所以说我现在玩的是有更新过的版本，是不是？他现在还在体验版呢、欸，他这不是正式哎、欸。哦，小木屋，克莱蒙泰在里面吗？我要去找克莱了，不好意思。互动，该不会直播间就这样结束了吧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看游戏长度吧。其实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有多长。这怎么念 ？Lucy， 他叫做露西。Hello Lucy， 然后他说什么？哎、欸，他这个都没有直接翻成中文哦。哦，他就说我可以做你的好朋友，类似，然后鬼他妈从里面跑出来，然后露西很生气，露西守护那个鬼呢，守护了这个小木屋，然后这个鬼附身在露西身上，然后那只鸟是谁 ？Friend， 好，就这样子，什么意思？需要小钥匙。我是不是少拿了什么东西？那这样就无解啦，我是不是要回去啦？没看到小钥匙啊！哇！我是不是下不去了？哦，啥鬼啊？还说钥匙在娃娃被屁眼里面，露西被鬼操控了，应该是吧？听音响，他不给按啊。还是因为我手上拿太多东西的关系，也不是啊。这样子，不给点。我下不去，完了，怎么办？卡关了？还是说这个的背面有一些隐藏的东西？我要被永远困在这个小木屋里面了？哦，哇、哦，超强的，谢谢。他被打针了。好了，哎呦，听我说，我就在这露西，妈，照相机预备，你必须离开，哎，呜。干掉他，露西！干他，完全就是被鬼给迷惑啦、啊！我怎么办？我要死了！我要死了 ！No！No！No！
完了，他来了！哇！靠边，他来了！哎、欸，让我出去啊！哈哈，救人哦！哇塞！快点给我开三斧，我要出去啊 ！Oh my god！ 他越来越近了。哦，你密室杀人，露西吸毒，海洛因的威力，我从小木屋掉下来了，好，掉到这边来，客厅，这应该是客厅吧，然后一个娃娃。然后怎么那么多开关？嗯，怎么办？又回到这个密室，我实在不是很喜欢呢、欸。我不是很喜欢。哇，他把它全部拆了，这样子我就没有那个，我就不能借助这些灯源让自己恢复圣值。哇塞，有没有这么的恶意啊？干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哥哥，不好意思啊！呜呼呼呼呼，呜呼呼呼，我追一下子而已啊！完了，这边应该就是长远的追逐战了，不断的追逐 ，again。我需要地下室钥匙，可是 这些明明都已经开过了、啊，也太奇怪了吧！明明就已经开过了，然后到后面莫名其妙要被锁上。鱼罐头，这该是不能吃吧？这游戏没有所谓的饥饿值。你当作绿色地狱在玩是不是？我觉得有点不太妙，我们的打火机快要没有了。哎、欸，这里啊，这里再来寻一次这里看看好了。哎、欸，那个灯泡，干超好笑的，这灯泡无限生成啊！操你！无限生成灯泡！哇！哇哦！哎 ，shit！ Oh my god！ 跑、哦！Jesus Christ！ 这些到底要干嘛啦？走这里，我们再过去一次好了。妈的！我只能用照相机的方式走路、欸，哎，有没有这么的狼狈啊？完了，打火机几乎要没有了。谢大家，我爱你们。我爱你们。I love you。
开门呐、啊！看他那里不给开是怎样？我操！又在吸金呢？还是根本就地下室不会有啊？又或者是说我有时候条件没有触发到？没有触发到该触发的条件。他就不给你算，有没有？我要死了啦。你去过了，幻境一已经开启了。所以说我是进入了 bug 模式是吗？干不完了，烂游戏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不爱胜啊。啊！我想要先休息一下、欸，然后都已经吓到我，本来前面很害怕，就害怕到没感觉了，不知道自己在干嘛。我觉得那个如果会玩到这样子的话，就代表说这个游戏其实是蛮失败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恐怖的感觉不是你追我跑这样子、欸，而是。任务该触发的东西不能太随便。你看，像我现在就卡关了，然后搞不清楚状况，你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，你也找不到任何的东西，然后就一直被追。我觉得他那个钥匙的提示啊，我觉得应该要再更明确一点，不然玩找不到你怎么玩啊？一直鬼打墙。对啊，很没有位置。对啊，这样子怎么玩啊？玩到后面整个干掉了，不想玩了。